千万不要灰心，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开启下一轮的抽奖环节，一起来为大家抽的呢是二等奖，赢家获得的呢是红包380欧元。首先呢，我们要再一次有请出我们的陈国新会长、叶建华先生、陈成龙先生、郭成穗先生，还有来自我们西班牙的郭志勇会长，有请。我的幸运奖是119。119，恭喜您。我的号码是434号，恭喜您。083号，恭喜您。我的幸运号码是303，说八人说。303号，恭喜您。我的幸运号是203。陈国栋先生。
四。恭喜您。我的幸运号码是306。306。306号，恭喜您。我的幸运号码是幺五哎。152号，恭喜您。来恭喜我们的150号。
幸运了，中奖。陈丽媛，先生。有请陈光文先生为我们抽。
是你。好，看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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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事情。抽出第五位幸运回家的感觉真好的浓厚香气也深知身上所肩负的为家乡发展发展助力的责任与担当，一直以来几代人积极回报家乡，只因心里有着对家乡深深的爱恋。接下来请继续欣赏玫瑰艺术馆沈浩春活动舞蹈团带来的酒醉玫瑰水无边，有请。Thank you.
417。你那边注意到，大号啊，417号。六，那么前面一位数字是什么呢？掌声！哎呦，真的比我还要急啊！恭喜16号，恭喜您！16号在哪里？向我们招招手。是吗？都是假的吗？别整了，别整了，别整了。
们大会，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刘菊花女士和陈荣华先生、刘静先生一起给大会抽奖出红包的同事们、乡亲们、朋友们、乡亲们表示感谢。向大会献上美丽的舞蹈和深情努力的排练，向你们表示感谢。向大会付出努力的为接送客人的各位先生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五季大酒店所有的员工为我们大会付出辛勤的劳动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郑浩春女士给大会送的花篮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今天大会美女主持和我们的最难的劳动，我们也是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宣布本期大会圆满的、顺利的闭幕。谢谢大家。感谢感谢我们陈元熙，我们的名誉会长为这一次筹备的我们的第二届联谊大会所付出的辛劳。欢乐的时光是短暂的，欢聚的时光呢是难忘的。告别即将过去的2019，我们感慨万千，或酸或甜，我们共同度过。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2020，我们豪情万丈。过拼过搏，我们一起努力。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再次衷心的祝福大家，家庭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如果有希望合影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此时此刻的来到我们的舞台合影留念。你们等一下，你们等一下，好。
请看这边，一、二、三，下次下谢谢小朋友，请看一下。好，一、二、三，再来看这边。好，再来一个二，一、二。